在广州的第三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沙面去拍拍照吃吃东西。现在是下快一点钟了，然后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，好饿。刚刚我摔了一跤。广州今天在下雨，但是我们现在来到这边的时候雨已经停了，但是地上还有水，所以一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但是好在我身上衣服完全没有脏。下过雨之后就天气特别舒服。快快快，又下来。路过一家网红，哎呦，我还扭了。星巴克，这个星巴克的装修好像是蛮好看的，薄荷绿。但是我现在呢，并不想喝星巴克，所以我们就走过路过看一看吧。然后我们现在注意脚下啊！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茶屋，心理茶屋，准备吃一点东西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吗？好的。这家是喝茶，是甜点。刚刚看谁的解说吗？嗨，我们现在来那个心理茶屋，然后今天特别幸运，没有人，所以可以坐到这里，最好的茶座。屌丝，我们点了一点茶点，然后上来再看，看看外面。我们的餐点上来，这个是什么豆腐乌龙？碳培乌龙。碳培乌龙。这个是听说特别好吃的乌龙蛋糕卷。这个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小青芒。然后这个是我的茶。Summer sizzling, sweating, the sweat is dripping. The sun is hot, a blessing. I want a glass of cool water.我们要离开广州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呦，刘雨昕，好，刚刚一屁股坐垮了我朋友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终于要离开这个贫民窟酒店了，然后要到重庆。今天要去重庆，因为我想给他做个记号，因为他是黑的，不好认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量尺带上了，实时监控。什么
现在在去广州机场的路上，准备去重庆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刚刚到。重庆见吧。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 couple look。这件衣服呢，其实已经穿了3年了。不，我们昨天刚买的。好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在那个白云机场，然后因为这样露出来脸太胖了，所以就不露脸了。好的。然后我们的应该是几点起飞来着？应该是3:30就要登机，可是现在延误了，因为广州刚刚下雨。好吧，待会儿见。我们终于到重庆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钟，我们本来应该六点就到，然后晚了2个小时。不过现在重庆其实天都还没有黑耶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我们订的重庆的民宿，一起进来看看吧。这个呢是客厅，有一个这个投影仪，然后还蛮 ins 风的那种墙。往里面走是卧室，这边进来是厨房，然后这有个阳台。这边是卫生间。我们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们从民宿安顿好了之后呢，准备出来逛逛，吃点东西。住的这个海鲜发现了好多我们要种草的店，比如说刚刚那个九村烤脑花什么的，然后这个就像夜市一样，前面还有各种火锅啊串串也是我们的想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还是决定来这边吃一个夜宵，小郡肝串串香。走吧，一起长胖吧。调了一个最经典的油碟，就我认为最经典的，就是蒜泥加香油，然后加一勺蚝油加香菜。我现在买了一杯一支酸奶，一支酸奶牛的盗版，因为正版已经关门了，但是呢还是很好喝。我喝的是好喝芒果什么原芒果酸奶紫米露。再见啊！